我看可以了，你打电话吧，我盯着。 冯彦生和舒乔暂时还没有知觉，记住欧队给你的任务：保护性见识，重在保护，不能让冯彦生和舒乔受到人身伤害。嗯，没问题，我们一直盯得很紧。他们俩现在情绪不错，光顾着卿卿我我，根本没注意我们在跟踪。 还有啊，这个冯彦生看起来对地形很熟悉，说明他以前到过海南。嗯，好，好，是这个人吗？我接送海水的时候就是他。太好了。 杜恒，我们已经盯住了李福海，你们一定要保证让冯彦生和舒乔始终在你们的视野之内。哎，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还要考虑到李福海万一离开海口，我们知道，不会松懈的。倒是你们。 要命的时候还没开始呢，别把弦崩断了。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嗯，你说舒乔到底喜欢冯彦生什么样？我也不太理解。哎，对了，咱们既然装的是情侣，总得有个情侣样吧？情侣可有各式各样的吧？那咱们是什么样的？你？啊。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不用我跟你商量就能够自觉自愿的，有挑重担，然后把我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想得美！哎，小杨，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吧。今天晚上我们怎么睡？躺着睡啊。跟你说正经的，咱们得在一个房间住呢。我说的也是在一个房间呢，不过是你值班，我躺着睡。真够意思。 放心吧，咱俩轮流值班，不会累着你的。车牌号、航班号、楼层编号、计算机编号，咱们都查过了，可都毫无关系啊。是是是。 哎，大家听我说哈，咱们啊必须得开辟新思路，甚至可以一想天开嘛，都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，是916162，哎，916162，就要溜要溜啊，是不是想逃跑的意思？啊，不可能，哎，听我说，这样也算是一种新思路，哎，咱们就放开去想，再好好想想，想想。 依我看，这分明写的是爱要妞要牛嘛，男人牛起来才会有妞喜欢嘛。要妞要牛了吧？我疯了！哎，会长，这个号码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杜小山特别嘱咐郭平，一定要好好保管，这里面一定藏着很大的秘密。 Thank you.
先去吃饭。你先去吃吧，我盯着他。这家伙还挺悠闲的啊。他鬼着呢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做。宾馆谈过了，他们已经封闭了所有的出口，只留了一个床，就是楼下大门口。谢谢你啊，老赵。需要不需要我们以公务的名义碰他一下呢？没必要，只要他的身份是真实的，谁也没有理由去找他的麻烦，干涉他的自由。这个李福海可真够狡猾的。人员方面，是不是我再派两个人来？我看暂时还用不着，人多了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注意，我们先盯着他，看看他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好吧，万一他要是干出点什么下三滥的事情，我们倒是有理由能拘他。老赵，你还不了解情况，李福海来这里不单纯是为了度假，他是想借海口这地界杀人。他现在之所以没有动手，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把握。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动手的，而且就算他现在演三级片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去抓他。好吧，那就辛苦你们二位了，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。行，好，你也跟着忙活一整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唐玲，给欧队打个电话吧。打他的手机。往办公室打，他肯定在。喂，唐玲，是我，欧队。小天儿，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已经盯住李福海了，他倒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的，悠哉悠哉的在看电视。我们的望远镜监视器就架在他对面的楼上，从高处往低处看，他露出哪根手指头看得一清二楚。好，你们俩的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没问题。唐玲呢？问你，你跟他说吧。队长，听说李福海挺滋润的。是啊，他没有急急忙忙的去追杀冯彦生，反而包了一个房间住下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气人，看着电视，嗑着瓜子儿，喝着啤酒，连窗帘都不拉一下。哼，好嘛，你们辛苦一点，回来我请你们吃饭。你放心吧，你是不是正在吃方便面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都一天没吃饭了，饿死我。为什么不吃？没事儿。什么？没事儿。你把这边的情况跟杜恒和廖云说一声，就说李福海在我们这儿呢，让他们俩别那么紧张。有什么事儿，你明天再说吧。你该回家休息了。